文老爹赶定文。大家好，老爹今天要来用一星的佛利扎打 PVP， 没有错，就是史上最罕见的一星佛利扎。各位观众啊，一星的佛利扎比五星的还好，还少见啊。各位观众啊，不信啊，你们自己去打啊，真的是找不到一星的。我靠，各位观众，对方被我们吓到了，竟然派出了电脑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直接跳过，我们直接跳过。打电脑，老爹是从来不浪费时间打电脑的。分数对老爹来说只是浮云，各位观众，只是浮云。我们要打的是真人呐、啊！好，选择投降，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。佛利扎军呢，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强悍哦。老爹的评价呢，他一直是一流的队伍，真的是一流的队伍。好，没有问题。PVP 一对一希望，这个骗笑哎，他绝对不可能只派一只啊！他妈的胡乱王啊！他如果只派一只，老爹就投降，这算是给他的武士精神。但他绝对不可能派一只啊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种 ID 老爹见多了。好，他果然派三只啊！好，没有问题。我靠，直接四张卡牌连按，好屌啊！好。抓到一个秒闪，好，送来一个大的，你看。有痛，卧槽，好，先吃他一个生龙，没有关系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的一星佛利扎要屌虐众生了。我靠，他直接冲过来啊。好，送他上去。我靠，干你娘，会不会太好猜啊？本当の地獄を見せて差し上げます。役に立ってみせろ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哈哈哈，各位观众，他被我们小气功射死，他被射死了，怎么那么好笑啊？好，他一直丢来丢去哦，他喜欢玩相扑哦，没关系哦。好。この程度で俺が止まるか。じゃあ
好，没有问题。干那个，操你妈嘞！哎、欸，这个人很下流哎、欸，干你娘嘞！哎、欸，真的很贱哎、欸，操他妈个蛋哎、欸！我发誓他刚刚有下拉，我靠！去死吧，妈的嘞！送你上路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没有问题啊！但刚刚那个绝对是那个，绝对是有下拉，操你妹个蛋哎、欸！老爹打七龙珠已经一年半了，绝对不可能放那种枪啊，我自己感觉得出来啊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第二场。好，一样，我们用一心佛力斩屌虐众生。我说过要用一心佛力斩屌虐众生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一心佛力斩你在路上真的是不好找啊，比五星的还难找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只可是非常的稀有啊，22000钻才抽得到一心佛力斩、啊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安くいねにいる。好，直接带走。不会又被猜到吧？不要再被猜到了！哎呀呀，整天被猜到升龙啊！好，没有问题。私は究極の進化をご覧なさい。我靠！好爽啊，吃掉他的升龙啊，各位观众啊！他输定了。好，断他的气。漂亮，不给你嘞，一只都不给你嘞，怎么样？好，不会死哦。好，一心佛力掌，屌虐众生。本当の呪力を見せて差し上げますよ。各位观众，一星佛力掌就是这么爆炸性的伤害、哦、各位观众、啊、快去抽一只一星的、啊、你要不要抽到二星的一点都不稀奇啊，能像老爹这样抽到一星的佛力掌才是王道啊，各位观众、啊、只有一星的才会这么强啊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场，我说过我要用一星屌虐众生，就是用一心屌虐众生啊，各位。
干你娘，怎么又给电脑啊？各位观众啊，这佛力杂军是真的啊，老爹真心不盖啊，还是最强的队伍。目前来说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强悍呢。但这是红色的佛力杂，并不是必要的。我们有绿佛跟黄佛就天下无敌了。有绿佛跟黄佛就天下无敌。当然红佛呢，是补足了佛力杂军没有一只红色强力卡牌的缺点。老爹觉得绿佛跟黄佛才是真的非常的强哦。那红佛也是相当的不错，因为佛力杂军如果你要完整的颜色的话，红佛就是不可或缺的、不可缺少的一只角色哦。不然之前呢，红色佛力杂军最缺的颜色就是红色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对上的是 Mr. 孙，孙先生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最后一场一星佛力杂屌虐众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，睁大们双眼啊！你看，睁大们双眼，看老爹怎么被揍啊！好。哇靠，这伤害。好，我们红佛上场。哎呦，厉害哦，没有被骗到哦。好，拜托不要死啊！拜托不要死啊！我靠，没死，但是晕倒了。漂亮，各位观众，这真的是漂亮。哎，沙小，哎，干沙小，好，直接升龙啊，干！好，总算没有被猜到了。この程度で俺が止まるか。カトセウスだ。これは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。我靠，这什么操作啊？好，直接带走，没有问题。干，你打不打啊？干，好。各位观众，一心佛力掌屌虐众生，看到没有啊？就是这么强悍。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